我们的名字是 B 站护卫军，我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谁要敢在我们面前横着走，我们就一炮把他轰死。我们就是制度，我们就是法律，在我们面前你需要做的就是服从服从还有服从。现在这法律啊净可大，孩子不经常看我，他违什么法？三岁了不结婚那才是违法，来判刑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让这个六道大帅逼来做一下这个坦克世界的广告，他不做我们就把他狗子的账号给封了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六道啊。今天坦克世界说我们的游戏更新了 1.0 版本了，能不能给我们的游戏做个广告嘞？而且还一分钱广告费都没有。我说这不太好吧，他们说你随便做，你随便做就封你账号。哎呀，你就参考一下市面上那种成功的广告案例，要很有传播力的那种哦。我说可是我是做创意的呀，他们说少逼逼，明天交稿。于是就这样，我做好了我第一部样片。大家好，我是渣渣道，这是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《坦克世界 1.0》，只需体验30分钟，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款游戏。嘿，怎么样，老板？完全是时下最流行的游戏广告风格。哎呀，流行是流行，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样片啊，它缺了一些高大上的东西。你看你能不能做成像那种美国大片一样，就是短短的那种效果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，老板？完全听不懂。哎呀，少废话，快去做，不然不发你工资啊。老板，我本来就没有工资。少废话，封你全家的账号。就这样，我做了第二支样片。Listen to Come On Magic Clever My Tricky OILY I am a Jack of Wi-Fi Academy Dwinsky is a World Night Tour War Matter Sing And my Dosamatos Party Story。 怎么样，老板，又高大上又有牌子，我已经完全被这个创意震撼了。那个六道啊，震撼归震撼，但是我们这个客户啊要求一定要口播新版本，画质音效全面升级，并且是2018的电影级别网游。哇塞，老板，你不是自己口播了吗？少逼逼，快播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哇哦，坦克世界 1.0 版本即将公测了哟，它会让你体验超乎寻常的画质和音效，这个感觉就宛如六道的 ASMR 一般，让你体验爽上云霄的感觉，给你如同电影般的感官。开跑！开跑！开跑！那个六道啊，你不要再说话了，我王汉泽就算从 B 站大楼上跳下去也不要再做你们一个广告了。那个六道啊，我觉得你这期广告的视频时间有点短，再怎么也要做个5分钟吧，不然在跳楼之前封你账号。不，你的充电礼物全黑了，不要啊，让你一直做广告做到死为贼。哦，真臭，起诉你，让你成为失信者名单。哦，你是魔鬼吗？爆你的菊花。以上内容纯属节目效果，切莫当真。坦克世界这款游戏，相信即使我不做广告也是一款知名度很高的游戏。在 1.0 版本当中，全新的引擎使得画质有了极大的提升，无论是更加逼真的物理互动效果，还是重置后的高清地图，使玩家随时随地都如同置身于电影之中。优质的游戏总是注重每一个细节，无论是画面、音乐和可玩性，坦克世界总是尽力为大家展现一个全新的战争世界。全新的版本在坦克世界等你来战。